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然后这些天感觉钓鱼不错的，然后今天也不钓什么，就专门钓这个泥稳鱼。哎，我们再接再厉。再接再厉。然后有别的鱼那也挺不错，更好了。然后现在开始了。帽子也不用戴了，没有什么阳光，然后还下了点小雨，感觉天气挺爽的。我放了一个被吃了还不知道，没吃吧，阿婆？我这边钓了很久都没有鱼，然后找个位置，放个位置钓吧。嗯，那被吃了，料被吃了还不知道，你放别的地方到这边试一下吧。钓鱼就是这样，没鱼的话就要经常换地方。吃了吃了，看到没？哦，哦，一条了，钓鱼钓鱼，不怎么大，啊，一条了，哦，还好，勾的不深，一点点。就勾了一点点，差点跑了。然后这个也可以拿回去养，现在市场上也可以卖的。这个，那钓鱼的话很值钱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有鱼了。有了有了。来。大鱼吧，大大大鱼啊！哦，是什么？钓鱼吗？哦，那是黑肚，哦，很贪吃的，不错。开局第一条，起码不是空军。开门红，不错了。好，我们一人钓一条哦。今天我们继续比赛。钓大个满载而归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吃的哇，这么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哇，现在你又中鱼了。来了，钓鱼钓鱼，看在水面上看，哦，这条不错。哇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四五两的吧？我钓这么久才钓了这一条，还不错的，啊，白钓。很凶猛的，我还以为什么大货呢，力气太大了。这白钓是养的，钓了这么久都没吃的，然后钓水面一点的，跟阿鹏一样，小阿鹏。那水面鱼多不，阿鹏？啊，来了一条，现在没有。现在没有啊。耐心等一下吧，水面的它就这样装在这养殖区里面，生蚝嘛，它一串一串的就。哎，有鱼有鱼，来了来了来。有了。哇，那么大力气啊！哇哇哇哇！哦，泥猛泥猛泥猛。泥猛啊！哇，可以。挺不错的，三边的。哇，这条够肥啊。嗯，野生的那肯定肥啊。那这个季节柠檬鱼又是淡季的，你还好，你钓的比我还多，然后我才钓了两条呗。好，
去柠檬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！你看这个刺啊，它是扎起来的，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重要事情说三遍啊！哇，有鱼群，有鱼群了！有鱼群了！哎，哇！可以，兄弟！哎呀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好，这条大柠檬，站累了吧？凳子啊，是啊，跟你一起坐着吧。是吧？过来聊聊会天吧。啊，又来了，哎呦！柠檬，大柠檬，这条大。哇，你都连上几条，我都没上鱼了。这柠檬一摊车嘛，都成群的。这也来了，我这也来了。好好，来了就好，我们就。也是柠檬。不大。这条差不多，还是可以的。不错，有一群的话就一会功夫，全部都能钓很多啊。有了，哦，哇，力气这么大！哇，嗯，上来了，啊，大柠檬。 这边的老是在那里吃不上钩的，是饵料不行吧？饵料被吃完了，吃完了。收起来，哎，有感觉哦。哎，这个什么鱼？哦，哇，河豚。那么小的都被勾到了。河豚，这不，还有线没被它咬掉啊？是，这有毒的，放了吧。哦。 经常都能钓到，这个河豚的话，那它比什么鱼都凶猛，贪吃。有时候那个像这种鱼啊，一来，啊，好玩就好玩。它牙齿很厉害的，河豚牙齿很锋利，这样一不小心把这个河豚放到网箱的话，那网箱会被咬破的，然后你网箱里面的鱼就会逃走。 鞋有点脏，你的脏了，拜拜。嗯，好了，你放下去。哦，我也吃了。又来了，哦，哦，哎，哇，这又是大，又是大那个，连续两条了。 你还没有啊？没有啊！哇，够不够大？太肥了。今天也不错呢，钓了。今天不错，是啊。哎，这让你跑，哎，黑刺。哎，黑刺鱼，可以。黑刺鱼，漂亮漂亮。然后这小，这条小。 先把这个钩索取出来，然后这个都你们都是应该都很少见的吧？然后像这个这种可以养着，你看像这个黑刺鱼，就是我们这边就叫黑刺鱼嘛，它两边在这个地方都有个记号嘛，所以我们叫黑刺鱼嘛。然后这个肉感吃起来很好吃的，吃了。 哎呦！来了，哇！你也中了！哇，这条大，这条大，嗯，我的是，哇，什么鱼啊？哦，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虽然我钓的少，但是我钓的好啊，好久没钓白鲳了，没法跟你比了，哇，没法展示了，你看我，哎，跑跑，让你跑，哎，哦。 哦，大柠檬哦，钓鱼我是钓不上来了，我就会钓柠檬，就是大。好去羡慕的眼光。就是没法跟它的鲳鱼比而已，大。我没法跟你的数量比啊。那今天也不错啦，两条鲳鱼。黑肚鱼也有。对。然后今天赚两条鲳，然后刚开始一早也钓了两条那个鲷鱼吧。 一大一小。哎，这个山上很黑了。
妈的钩子又跑了，哎，快下雨了，要不回家了？不知道，要不差不多回去了。回去，要不然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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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然等下在海上那个。可以可以，然后回家，马上回家，然后我也干点活呗。那鱼也不钓了，就钓了这些，就是还是阿鹏厉害，连这个也钓上来了。今天好鱼都让他钓了，鲳鱼。就两条鲳鱼比较好，两条鲳鱼，看到没？它都钓上来了，然后还有这个，我就钓了柠檬鱼多一点而已。哇，啊，生猛。然后还有鲷鱼，这个早上，今早一大早钓的，两条鲷鱼，黑肚鱼，钓了这几条。那么现在得赶紧回去了，要不然一会下雨了，跑了淋了一身雨。然后今天视频就这样了，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